아빠 죽어. 欢迎收看《音响世界》，我是黄慧玲。今年的台北艺术节非常精彩，延续这几年的热门表演类型，今年的艺术节有机器人、有马戏、有影后，还有鬼也参与演出。今天很高兴邀请到总监耿一伟跟我们分享2015台北艺术节。老师好。慧玲你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老师，今年的台北艺术节真的非常热门，在你们开卖那一天其实就造成了抢购热潮，对不对？好像有一些作品是被立刻秒杀卖光光。我们今年一开卖的大概一个小时内就有两个节目被卖完了。是。那一个是那个微凉夜话 ,Stop Bus, 就是跟公车有关的，在公车上看戏的。那这是我们台湾的这个小剧场的节目。那另外一个是日本的，跟法国合作的这个蜕变人形机器人版、那这个也是在一个小时内就卖完了。对，好，虽然说卖完，但是我们还是请老师来跟我们分析一下这几个作品。巴士的作品我们等一下再说，我最好奇的是机器人平田之佐导演的这个作品，请老师先帮我们介绍一下。对，蜕变人形机器人版实际上是因为我们在2013年的时候，我们也有邀同一个导演，就是平田之佐。对，那时候他的另外一个作品叫做《三姐妹人形机器人版》，是改编契可夫的《三姐妹》，对，然后在我们台北艺术节演出。对，那一次的演出其实很受观众朋友的欢迎。对，他也是几乎要秒杀的作品。对，也是卖得很快就卖完了。那最主要是观众觉得很好，然后也是他们第一次来台湾，所以他们也很喜欢我们这个城市。那我们也觉得他们的节目很好，然后我们也很希望能够建立长期的关系。所以那一次最后一天演完的时候，我就有跟他谈说，希望能够再跟他继续合作。所以我说两年后。所以那时候他就跟我说，刚好那个诺曼底艺术节也要跟他们谈合作。一个新的作品，然后他可能要做蜕变，要改编，所以这是一个法国跟日本合作的。对对对，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包括，所以后来大概有五个中心吧，就台北、日本的那个宫崎艺术节，然后还有法国的诺曼底艺术节，还有两个艺术中心，我们就五个单位、一起就合资就做了这出戏、所以我们等于是合作的制作人就对了。对。那然后等到我记得差不多是在隔年的二月还是三月的时候，那个时候的这个诺曼底艺术节的总监，他就特地打国际电话给我，因为他那时候制作经费上面有一些状况，他就要确认我说是不是一定会参加。我那时候就跟他保证，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说他们其实已经 casting 演员了。那时候最重要，我听到最震撼的消息是，他们找了那个演《骑士劳斯基》《双面维诺妮卡》跟《红色情深》的这一位坎城影后，就是伊莲雅各。对，那他也会来演。那这对我们来讲当然是中大奖啦。是哦，就是说本来有平田之佐跟机器人，机器人还有跟法国合作，这对我们来讲就已经是大奖，就没有想到这背后还有一个 bonus， 就伊莲雅各。对，所以我们当然是非常高兴了哈、那所以这个活动其实很多人的支持，但是我想最重要的是。就是对观众来讲是一个福利吧。好像卖完的第一天的傍晚，我有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因为他说首演那一天，就这出戏首演那一天是他生日，然后他好像很早就抢到，他有抢到票哦。他说他只要一想到他坐在第一排的位置，可以近很近的距离看着伊莲雅各演戏，他就眼泪就要掉下来了。观众可能很难想象第一排跟伊莲雅各有多近哦，因为这次这个作品的演出是在水源剧场，其实水源剧场真的不大，所以坐在第一排真的可以看得到伊莲雅各的，可能十公尺内吧，就是摇滚区的意思了。我觉得这个戏倒是还是有一个值得谈的啦，就是说当然他在谈、他当然这故事改编蜕变嘛，那大家知道蜕变是卡夫卡的很重要的小说。那蜕变讲了一个
男主角那个一天早上醒来，发现自己变成一只虫。对，发现自己变成一只虫以后，他周遭的父母啦，还有朋友啦，他的妹妹啦，跟他之间人际关系都有所改变。嗯，那这个导演把它改成是在未来的一个时代。对，然后他早上醒来是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机器人。嗯，然后用这个点来去讲一个赋予蜕变性的意义吧。嗯，但是我觉得，除了戏的内容之外，其实有一个关键就是说，这个戏也是一样，他们很坚持。我当时有问他们，因为我们花了很多钱邀这个戏嘛，嗯，所以最早我们希望他在城市舞台演。对，城市舞台大概有1000个位置。嗯，结果他们说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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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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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说我们要在水源剧场这样之类的啦，当然不会讲中文，小一点点的场地，对，他要小一点，因为他觉得这个戏亲密关系很重要。嗯嗯嗯。所以原来我们是设定他演三场，然后因为他在水源，所以我们就说拜托拜托拜托，再多一场，所以我们就变成四场。对，但市场还是很快就卖完了。真的，老师，你刚刚讲到一个点，就是说它是改编卡夫卡的蜕变，但是我相信它的改编跟原著之间还是会有他平田导演他的心意，可不可以跟我们说一下他改编之后的这个作品？对，他改编之后其实最大的不同是这个戏在原来卡夫卡他的那个社会环境的意义变得更重要。嗯，他是在一个未来的时代，而且在未来这个时代里面最重要的设定就是在这个故事里头。在这个时代里头，移民跟机器人是最不受欢迎的两种存在。嗯，因为人类的工作都被这两种人，被机器人跟移民所取代了。所以呢，在原来卡巴故事里面就变成一只昆虫嘛，对，一只蟑螂啊，蟑螂大家很讨厌它。那在未来社会里面，蟑螂不讨厌，讨厌的是机器人跟外来移民，是因为外来他们抢走我们的工作，所以他们被歧视。嗯，是平田赋予了这个剧本里面就有比较强的社会性。嗯，那我们都讲平田的戏是有点像这个日本的契可夫。对，那他的意思就是平田他的，我会说看平田的戏，其实用举例就是说，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有没有看过小津安二郎？有。对，就是他的对话就是看起来好像慢慢的，嗯，好像。但是这个慢慢的东西里面，其实有一些东西会拉着你，然后你看到最后的时候，你总是会很感动。就是它有日本那种，你知道在喝那个抹茶，有没有那个绿茶抹茶那种平淡里头的那种滋味？是，哎，我觉得这跟变形金刚不一样，好不好？所以大家不要想说你来看蜕变人性机器人，然后你有看到有人在那边 Transformer 在那边打，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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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是这样，它是另外一种美学，好不好？日本很喜欢侯孝贤的东西，因为侯孝贤的东西里面也有这种有一点点小津安二郎的样子。对对对。好，那平田的剧本会这样，比如说如果今天有一个戏，假如这个戏是要谈我们要去画廊看戏，嗯哼，那平田的剧本不会马上就写在画廊，平田会问说，当我们联想到画廊的时候，我们会联想到什么？嗯，哦，我们会联想到停车、排队、买票、约会。嗯，所以如果一般人写去画廊看戏，那个对话一开始就说，哇，你看这幅毕卡索的画好漂亮哦，然后说对啊，上次这个画廊的马提斯展我也很喜欢呢，他会这样。但是平田剧本不是这样，平田剧本会一开始会说，你车停好了吗？然后他会说，哦，还好啦，我刚刚排队排好好久才买到票。他说，嗯，对啊，我们往这边走吧。然后说，这好像是我跟你第一次来这边哦。他说：“对啊，来画廊看看画，真的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嗯，他会有一种这种日常性。对，但是这个日常性的对话里面就是这样，他会告诉你一些熟悉的东西，嗯，但这个熟悉的东西又不直接跳到那个戏剧性冲突里面，所以他会慢慢的带着你，好不好？这是另外一种，就是还是我讲的，就是另外一种滋味。这个跟那种强力咖逼混搞出来这种。马上就有戏剧冲突，他说：“我绝对不会把米粉搞好你。”这种是完全不一样的，你知道吗？那个是用一个很强的戏剧冲突，平田是完全不一样美学。所以，我们讲它很契可夫，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慢的东西。那这慢的里面有滋味，台词里面有层次，然后它是慢慢慢慢慢慢品尝。马戏展现了我们在看表演里面最希望看到的东西，就是那个牛肉，就是有人可以做我做不到的事情。是。非常有创意，然后虽然只有三个演员，但是里面他，你就是看得出来他在整个空间的安排上面，他放了很多的想象，让观众可以觉得很惊奇，他会觉得说哇，他这么有趣，他怎么可以做得到？但是我又觉得说，哎，其实如果我愿意花一点心思，我也可以做得到。
好了，是法国幻动剧团这次带来的星光时刻，其实跟我们去年还有前年看到的法木乐园还有搞砸了，就是这三个国家之间的马戏其实风格差很多，对不对？法木乐园魁北克的比较有点像传统马戏，但是它还是用了一个概念，就是用一个法木家庭的一天，然后还去安排它，然后用了非常多的音乐哦，对，所以音乐非常好听，有点像是一个马戏化的音乐剧。对，他们那个戏最重要就是它还是创意，就是说伐木乐园是所有的作品里面，他整个演出里面全部都用到跟伐木有关的器材来做表演。对，去年的这个搞砸了是把舞蹈剧场，宾纳鲍许的舞蹈剧场的风格跟这个 jungle 就是这个杂技结合在一起。那重点就是他们都在抛的那个物件就是苹果，对。而且里面还有女生，而且他们都很优雅，很有英国的那种优雅。是。那星光时刻这个节目最重要的是它是三个不同的高手，就是马戏、杂技，然后魔术，然后音乐。那戏里面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他们里面用了很多日常生活的道具，比如说他们光拿一个水杯，他们都可以在玩喝水这件事情都可以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事情。对对，那这个戏差不多有演了五六年了，到现在都一直还在巡演。对，那它也是一个很受欢迎的节目。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它有展现那个创意这件事情啦。是，马戏可能在人类的表演史上面有可能是最早的表演的类型。怎么说呢？想想看，古代的人不会说话，那为什么他要看另外一个人在做什么呢？就是另外这个人他不只会走路，他会用手倒立，哎，他就觉得哇，他好厉害，怎么可以做到我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一个人当他可以做一个我们一般人做不到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他在表演。那马戏就是有这个特质，就是他有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技术性的这个东西。对，马戏展现了我们在看表演里面最希望看到的东西，就是那个牛肉。就是有人可以做我做不到的事情，是非常有创意。然后虽然只有三个演员，但是里面他，你就是看得出来，他在整个空间的安排上面，他放了很多的想象，让观众可以觉得很惊奇。他不让马戏变成是一个好像离我很远的东西，他会觉得说哇，他这么有趣，他怎么可以做得到？但是我又觉得说，哎，其实如果我愿意花一点心思，我也可以做得到。他有杂技。它也有魔术，它看起来很有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简单事物可以变换的，所以老师刚刚说，你真的有可能可以在家里面稍微试试看，你是有可能做得到的吗？像它刚刚里面有一段那个帽子，那个其实大家一看都知道那是什么啊，就是它这样手伸过去，然后好像拿帽子，其实是另外一只手嘛。对。那这里面就已经有了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关于表演的一个奥秘吧，就是说。真正好看的表演不是你做一件观众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你花了3000万或你用了一个很大的舞台，其实除了那个之外，是有的时候好看的地方在于你用了一个观众都可以会用的技巧，但是观众都没有想到，对，就是他们会说哇怎么这么厉害，对，我怎么都没想到，要是我想到我就会跟你也一样这样。所以他们的风格是，老师会怎么描述他呢？他的风格就是他里面有很多用日常生活，像纸啊、道具啊、水杯啊，他用了帽子啊这些东西。然后他在这个日常生活这些道具里面，他其实创造了很多新的想象。那今年法国的这个就是法国新马戏里头有很多的这种对于马戏本身的想象，还有对于这些我们已经在传统马戏看到的一些传统的套数，他一直在给予他一些新的想法跟可能性。那我觉得马戏在法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众艺术啦，就是说法国马戏团非常多，大概有600多个，我上次听他们讲。那真正大的团大概有30个到40个，就是有大帐篷的。小孩子小朋友有很多马戏，就是有免费演给小孩子或小朋友看的，在很多公园里面。那马戏是一个合家都可以去看的。那有非常多的人才，我必须要强调这件事情。有非常多的人才投入了马戏这个领域，而且马戏基本上在法国已经是一个艺术化的节目，就是说有很多很多真的就是你不会认为说这个，我们一般都会觉得马戏好像是比较民间艺术的，是，但在法国其实已经不会了，法国的马戏基本上跟所有舞蹈或其他的类型一样，也都是一门艺术，而且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讲人才，就是说有人才，然后有节目的呈现，而且有很多的竞争者，对对。那像我这一次去法国找节目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团我很想邀啊，只是碍于有的时候是经费，有的时候档期，有的时候是空间，因为他们都
他们都很想维持一个传统，就是马戏必须要在帐篷里面。哦，对，但是因为台北艺术节是一个在暑假的节目，是。那如果我要搭帐篷的话，我会碰到台风。对对，所以我有就是有些节目天候上的困难。对对对，但是我觉得我们有一直想让大家看到说，其实马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一个类型。嗯，那最重要的是马戏，我刚刚讲就还是一个合家都可以看的。所以这样的话，我们整个艺术节里头，我们就不会所有的节目都会就是每一种人都可以在这里面看到他要看的节目，找到他喜欢的。因为艺术节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可以参加的，就是如果你在台北错过这个作品啊，你去有机会去法国，应该会比较容易看得到这种马戏的演出。对，法国在那个北边有一个地方叫科学城，叫 La Villette， 就是现在那个巴黎现在那边盖了一个新的音乐厅，那个地方基本上就是法国非常巴黎非常重要的一个马戏演出的一个场地。嗯，每年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十月的时候。还有四月都会有很多马戏，反正法国马戏节目很多啦。对，法国马戏很多，就跟我们这边三太子很多是一样的。观众参与来看这个表演的时候，其实你也是演出的一部分。嗯，所以这一次这个演出就是你搭这个巴士，但是这个巴士就像鬼片一样，就是好像一个鬼片，就是说有人搭了这巴士，然后这巴士开一开，突然就发现怎么开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大家就发现这个巴士消失了。他其实巴士被鬼绑架了。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说到这次的台北艺术节还有鬼也来演出。嗯，去年我有巴士，对不对？可是去年的巴士很欢乐，是达康在巴士上的演出，是一个漫才团体。但是今年的巴士上演出非常特别，是鬼片吗？巴士可以离开既有的表演场地。嗯，我们希望演出可以跟台北的这个城市的更多地方可以有互动。对，然后第二个是我们觉得一直在表演空间上面可以有一些新的尝试，对，新的突破。对对对，那今年这个小剧场他们是我们称为叫 immersive theater， 就叫沉浸剧场。嗯，就是说观众参与来看这个表演的时候，其实你也是演出的一部分。嗯，所以这一次这个演出就是你搭这个巴士，但是这个巴士就像鬼片一样，就是好像一个鬼片，就是说有人搭了这巴士，然后这巴士开一开，突然就发现怎么开到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然后大家就发现这个巴士消失了。啊，其实这巴士被鬼绑架了。嗯，所以在这故事里面，其实是用了现代年轻人很喜欢的这个密室游戏。密室游戏是说，就是解谜，就是说，好像你被在一个房间里面有个谋杀案，然后你要想办法解谜。嗯，那现在这个故事，这个戏就是观众坐的这个巴士被鬼绑架了，然后鬼说：“你一定要说出来，为什么是谁杀了我，不然我就不让你离开这个巴士。”哦，就要类似这样。所以观众其实也是参与在这个演出里面。对对，所以鬼会跟他们互动。当然，鬼是人演的啦。当然是，当然是。对对对，然后他鬼会去讲他的故事。啊，然后会有密室游戏。对。哎，密室游戏意思就是会有一些线索。欸，然后 会要跟观众要去讨论，然后想办法解答。是，然后那个巴士，所以他们排的那个巴士的那个路线是在北投。哦，在北投开。呵呵。对，然后是晚上九点，所以演出时间是晚上九点。演到晚上十一点。一个小时，十点。十点。所以他一台巴士只能坐大概二十个观众。对。这真的很近很近耶，我们说不是只是跟伊莲雅各十公尺的距离。对，这是另外一种就在新的看戏的经验吧。嗯，对，就是说演出跟我之间的关系不是演出是演出我是我。对对，而是我其实有点像玩电玩游戏一样吧，是就是我也是这个游戏的一部分，创造者之一。对对，老师，我们说一个城市的艺术节很能够反映这个城市的精神，所以如果用我们今年热卖的这三档作品来看的话，如果用这样的角度来看，你觉得台北人是怎么样子的呢？台北是一个非常年轻，然后喜欢非常对多样性很包容，嗯，而且喜欢有对创意有很强的偏好的城市。对，嗯，就是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喜欢好玩的东西，对，我们喜欢有趣的东西，是，然后我们对国外来的这些外来文化的东西其实我们有很强的包容性，是，然后我们对很本土的东西好不好
我们也有很强的这种感受嘛。这个在夜市就可以看到台湾文化的精神啊，就是说夜市你不会只有看到卖香肠而已嘛，你会看到有 crepe。你知道吗？那个法式煎饼，对不对？对对对对对，就是非常 fusion 的一个城市。对对对，我们就是一个很有这样风格的一个东西。我们的文化也是这样啊，我们对人也是很，我们对鬼也是很人性化、啊，对不对？7月15日的时候，鬼都可以出来，我们也请他吃饭 嘛，对不对？鬼月的时候，对啊，我们也是这样啊。这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地方。对啊，万事万物我们都是，对，我们都是非常有人情味的啊。好，老师，你可不可以用人情味跟大家讲一下？好多人其实，在电脑前没有抢到票，今年的台北艺术节。我觉得这是好现象，就是大家开始会非常喜欢热衷于去参与艺术表演这件事。可不可以跟大家说一下那个没抢到票的人，尤其我们今天介绍的其实都卖光了。对，就是刚刚讲的都卖光了。嗯，那我想大家不要再去客诉台北艺术节。好，没有，因为在生活里面就是这样嘛，就是我们都是喜欢去排那个排队排很长的嘛，啊，然后越是买不到票就越有人要看嘛。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热潮，就一个艺术节的经营来讲是好的。那参与艺术节也不一定说一定要坐到里面才能看、嗯、是，其实一个艺术节的经营，我都会用妈祖绕境来讲，就是说、嗯、你不一定要去走那7天才算啊，你在旁边有去看一下，还是有听到放鞭炮，然后有看到游行场面经过，这样对你也算参与了啊。嗯，因为如果你只有用卖票来看，那可能只有20000人可以参与而已。可是我觉得一个艺术节重要的是一种气氛，对，就是有一种热度，好不好？像看影展一样，大家想想看，以前看金马影展的时候，金马影展之所以吸引人，就是因为你要前一天就再去排队，就去买票，对。然后大家永远会记得那个气氛，对。然后拜托了哪一个学长帮我画票这样，然后你会永远记得他。那如果那个票是无限供应的、无限次的，你弄它就不是一个节庆了，对。对，所以我想节庆最重要的是节庆的气氛、嗯、那至于有没有进去看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每一年每一个人的机会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那个排队的经验比买到东西更好玩。所以我不要担心，其实你已经有参加台北艺术节，因为你没有买到票，这就代表你有参加了。是是，当然就像一张唱片一样，你总是会有几首是一开始热销的单曲，最爱这样，但是过一阵子你还是会发现，其实其他节目也有一些歌越听越好听。是，好，所以我们其实下一集还要再请耿老师来帮我们介绍台北艺术节其他其实也很棒的作品。对，而且还有票。嗯，谢谢耿老师，谢谢。